那个对着这个手工壁虎的尸体念，南无宝积如来，南无宝积如来，南无宝积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积如来，南无宝积如来，南无宝积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，南无宝胜如来。可能是跑到那个拜拜的桌子呢、抽屉呢，开的时候、开关的时候压到了，也有念往生咒的了。从朝也有念从朝云淡之，自摸一切众生一回复，若脚下手下水中，或者是开关抽屉压死了。愿汝即时生净土。嗡一地利尼梭诃，嗡一地利尼梭诃，嗡一地利尼梭诃。也有念往生咒的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耶哆哆切哆，耶哆地耶哆，阿弥利都婆毗，阿弥利都毗迦兰帝，阿弥利都毗迦兰多，揭弥尼揭揭诺，智多伽利娑婆诃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耶哆哆切哆，耶哆地耶哆，阿弥利都婆毗，阿弥利都毗迦兰帝，阿弥利都毗迦兰多，揭弥尼揭揭诺，智多伽利娑婆诃。南无阿弥陀佛，耶哆哆切哆，耶哆地耶哆，阿弥利都婆毗，阿弥利都毗迦兰帝，阿弥利都毗迦兰多，揭弥尼揭揭诺，智多伽利娑婆诃。诶，跟药师咒有没有搞混了？这是往生咒吧？手工壁虎，显堂啊，显堂啊！你看，动物有那个生魂、绝魂、感觉冷热疼痛，植物只有生魂，所以可以吃蔬菜哦。蔬菜，但是那个葱、姜、蒜、蒜、萃取，说有刺激啊，刺激。影响血液循环，影响情绪哦，影响修行，所以五分从九算摄取哦。吃素修行的人，清口修行的人，不吃那五分的话，不吃天厌、地厌、水厌的，天上飞的、地上跑走的、水里游的动物，那不能吃的。吃素修行，不然吃人家半斤的还八两。他要帮助狗，帮助宠物哈，超脱六道轮回的畜生道的话，可以对着他的眼睛，看着他的眼睛念：南无地藏王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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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地藏王菩萨。